精心安排的旅程，为你承接引线，重新熟悉台湾的美丽。火车加到一条阿母一道丢，海水好漂亮哦！好漂亮哦！芒果特餐上桌了。不止训练胆量，还要训练平衡感嘛。为你网罗台湾上让人动心的人事物。台湾新动线，礼拜二晚上7点 ，Astro 欢喜台。